作为香港的同胞，感觉到很骄傲。能在第一时间打上我们自己祖国的疫苗，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，也是非常的自豪。 为落实党和政府对海外同胞的关心关爱，经过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，我们在特多实施了加勒比地区迄今规模最大的疫苗行动，为约2500名在特中国公民接种国产疫苗。在特多疫情加剧恶化的情况下，为我们同胞的生命健康，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。